各位家长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学习《弟子规》性，我们学习两句话。第一句话：“凡出言，性为先；诈于妄，奚可焉？”我们一开始说话，一开口说话，信用是第一要紧的。咱们中国古人说“诚信，诚信”，中国古人看诚和信是一回事。在《说文解字》里面解释性。怎么样解释性呢？性诚也。怎么样解释诚呢？诚信也。所以看性和诚是一回事。我们一开口说话就要有诚信，有信用。这个性字啊，左边是单立人，这表示无信不立。一个人没有信用，他就站不住，在社会就站不住。我们很看重守信用。像古时候的人特别守信用，也特别守时，甚至和朋友说好两年之后的某一天某一个日子，然后呢，到了那一天他一定会去。另外呢，那个朋友也相信他朋友说的话。两年后的中秋节那一天，这个朋友就在家里面宰鸡。爸爸说：“你为什么宰鸡呀？”因为我的朋友说好了，今年的中秋节几点钟他会来到我们这里来看你。果然外面一骑快马，尘土飞扬，他的朋友果然按时到了。所以古人是非常非常守时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守信用，对我们的孩子也要守信用，答应孩子的事情要做到，老师要特别守信用，非常的重要。诈与妄，诡诈的话，妄夸大的话，奚可言，绝对不可以说。下面一句话：话说多不如少，古人是强调说话要少，沉默是金。为什么说话要少呢？说多了我们会错，也容易呢夸大。说多了我们就会夸大自己，说多了我们会有错误，说多了我们难免会批判别人、批评别人，说多了呢我们可能会泄露秘密。过去有个皇帝啊，他喜欢说话的时候呢，很喜欢说话。常常会把国家的机密都泄露出去。有一个大臣就这样劝告他说：“国王啊，有一个玉杯，但是没底，连水都装不了；有一个瓦罐，虽然很普通，但是有底，它就可以装酒。”这句话提醒了皇帝：玉杯虽然很贵重，但是没底，水都装不了，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呢，贵为皇帝啊，如果说话没底，把秘密都泄露出去了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国王受到提醒，结果呢就开始调整改正自己。所以话说多不如少，唯其事勿佞巧。我们称佞人就是善于奉承别人的人。我们教导孩子千万不要善于奉承别人。讨巧，人要有可爱，但不要为了奉承别人而去专门去讨巧、投机取巧。这就不必要了。唯其事，虽然我们说话要有说话的方式，说话的礼节，但是孩子我们要教导他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，不要过早的告诉他说话要如何过于圆滑，免得抹杀了孩子的可爱之处。但是慢慢的我们要教导他说话有不同的好的表达方式，所以教导孩子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关于性，《弟子规》的性，前面两句话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